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12月9号。海北站时间是9分，从白色是4:32北无发车，就依然先要说的2700新加坡军令在太北站停靠。真是他妈急死了。哎呦，705-706阿婆军令4:32北无发车，就依然先要说徐元特。上车。车好了，赶快上车。要亲我要亲阿宝，穿了4:32北无发车，叫人家也敢说。我今天改搭4:32好了，懒得再搭176了。啊，有点累了，算了，就一路坐到瑞丰吧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那下面跟马德们多多对我们的直播明星，我4:32在台北站准备跟明星们了。我发这张一样先告诉啊，先50分跟明星们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